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。灿烂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再没有恨，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。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，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。不经历风雨，打他打他呀，你不打他他打你，谁废物呢？找他能咋的，老像那什么玩意儿。象棋象棋，不下得好能下象棋吗？不看了，你俩下棋越憋气。我看再看一会儿啊，还有我前列腺都憋肥大了，拉倒吧。哎呀，走上超市喽。忙啥呀，老板呢？啥也没忙，我看看看咱货不。卖的啥呀，老妮？我这收音机好像没电了似的，声波咋太大呢？老妮是几号电池啊？五号。给你，老妮。这多少钱呢？要啥钱，一块钱的事拿去用呗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年人哈不是占便宜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你都进货都花钱来的，说啥的，那能行了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拿着。哎呀妈，对不起啊。哎呀妈，老妮老妮，我说你咋干成这种事了？这咋回事啊？你怎么干成小偷小摸的事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酒咱能喝就喝，喝不起哈，走。难怪你打这么长时间的光棍，就这样过日子。这日咋混呢？这穷的叮当响，不吃。走，咱上城里打工去。离开父母和朋友，眼含热泪挥挥手。风吹雨打，乌鸦不。一个便宜了，一块五一斤，一块五一斤。一便宜了，一块五一斤。多少钱斤？一块五一斤。一块五一斤呐、橘子一块五一斤太贵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5块钱3斤卖不？大哥，这个橘子我一块五一斤，这是铁板卖的，5块钱3斤，我说啥也不卖。5块钱3斤不卖啊？不卖。小宝贝儿，头还疼吗？疼了。老公手疼。小宝贝儿，手还疼吗？疼了耶。妈呀，这小伙子大概会特异功能，亲哪哪好呢？
哎，小伙子，你看看大叔的痔疮能不能给我治好啊？大夫，是不是这血管不好找啊？好找啊，好找，你扎我，咋扎我这些针才扎上啊？对不起，我是实习生。那说那针一共多少针呢？一共扎了10针才扎上的。多少针？十针呐。十针呐！哎呀妈呀，大夫你是不是姓李呀？对啊，你咋知道吗？你不就是传说中的李时珍吗？欢迎您。喂，你好，是招聘处吗？对，我们这里是招聘处。现在上山国际正在招聘演员，您可以去那里去应聘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是老娘，你都会什么才艺表演呢？我会模仿。那表演一段看看吧。哎，好好。哎呀妈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我活着比你潇洒。哥们，坐车不买票，困了就睡觉，渴了喝汽水，饿了就找麻花。公安他不管，法院他不抓，别你牛。我们酒吧就需要你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明天来上班吧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我要飞。国际娱乐会所青春演艺，稍后与您争取出席。小心那风儿吹。
五斤太贵了，五块钱三斤卖不？大哥，一块五一斤，你太大了。别抢，来，拿来盘子。